官员的层级实在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非常的不能接受，不能接受，不能接受。可见郝市府对于我们福德地区的民众真的是没有把我们放在心上，没有把我们放在心上，所以我们这边要大声谴责市政府，大声谴责市政府。我们明天要到市政府去抗议，明天8:30，对，在市政府的大门口。好，市长好坚持，居民好无辜。市长好坚持，居民好无辜。市长好坚持，居民好无辜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跟各位乡亲报告，市政府的公信力被他们践踏，被都发局、社会局践踏。因为这个官司未了，最新的消息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要文化局、环保局继续审理他们的报告书。那一个要继续审理，郝市长是好像是最近这个婚姻关系还在诉讼，就赶快要把这个理由用。找另外一个对象嫁出去，市政府你不要再践踏你的公信力了。我们这边陪的福德平宅广慈养类养50年了，我们这么有爱心，你们不要再欺负善良的百姓，不要不照顾我们福德的生活，还要来欺负我们。请市政府、都发局、社会局拿出你的专业的道德、专业的能力来做评估吧。我们明天早上8:30向继续抗议，我们会继续向立法院、监察院来抗议市政府是这样来，你任期不到1年，就像美和事案一样，你有担当，3年有成，7年搞不好，郝市长你就赶快下台吧，对不对？你7年搞不好，又会让个烂摊子让下一届的来擦屁股。我们明天早上8:30。请各位乡亲告诉乡亲，我们那天8:30向市政府严重的抗议，谢谢，谢谢。